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。首先祝大家购物节快乐，因为今天是双十一嘛。然后的话呢，然后上那个《使命召唤》手游国际服的话，最近是更新了一批新的 C 点枪啊，它是更新了很多的皮肤枪。那么是 XPR50 这把连狙啊，只需要1500 C 点。那这个陈老师是把它买了，因为陈老师是一个白嫖党嘛，我基本上所有的手游都是白嫖啊，就这一分钱不充啊。好的啊，我们用这个连狙给大家去玩一下。这个连狙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，打上身的话，两枪基本上都能带走一个，1500 C 点啊，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。然后的话，陈老师给他的装了这么几个东西啊，扩容，然后瞄准镜，还有消音啊，这个应该消音加上特殊子弹，这个子弹的话能增加10点的伤害，好吧？然后他这边这个枪支，陈老师还没升级完，红点没有啊，那只能加这个瞄准镜。那我们进去给大家玩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枪1500的 C 点的连狙枪到底如何。好的，我们来到游戏啊。那么陈老师是其实不怎么喜欢玩连狙的，因为我觉得连狙太赖皮了。但是这个新枪支咱们做一下啊，做一下，咱们做一下示范。而且跟大家说一下，我把语音关掉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语音啊有老外的声音。你看这个直接就第一个，这个连狙太赖皮啊。你看第二个，哎，等一下要注意啊，对面如果有单发狙的话就比较危险，因为对面单发狙毕竟是。好的，你看这个连狙就是比较赖皮啊，还有五发子弹，这波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等一下，连狙的话就是远距离猥琐，这个枪就这样子搞就行了。等一下，哎呀，后坐力还是有啊，这个枪后坐力还是有。等一下，我把语音打开，可能有老外的声音啊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人啊，看到人了。等一下，这边，哎呀，他又走回去了。连狙的话就是猥琐，在家里猥琐就行了。哎呀，对面，哎呀，你看也不行啊，也不行。那咱们还得冲一波，对面有单发狙啊。这个枪的话，给大家看了一下，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带有消音啊。我给它装了消音，隐蔽性还是非常的高的。这一波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能不能狙下来？来，好的，一个，咱们去狙一下吧。等一下，二楼有人。好的，nice 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1500，毕竟只要1500 C 点啊，性价比是非常高的，价格非常的便宜，基本上这把枪等于说是白送的。好的，你看。杀人于无形，对面还没发现我，因为我陈老师装了消音啊。对面还没发现我，这一波对面有好几个，等一下，好，才发现我，好，这边有一个飞机，哎，直接飞出去，来走，啊靠，不行了，我应该第一时间躲进去的。这一波的话，咱们领先了10个人头左右吧，10个人头啊，这一波，等一下，点一下，好的。没点到，哎呦我的天，又是被，没有办法，咱们这个位置得改，啊，我这个位置太明显了，等一下，烟雾弹先扔一下，我得充分利用一下这个烟雾弹啊，连狙嘛，哎，刚才烟雾弹不是烟雾弹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波感觉对面有人要进来了，我陈老师贴身手枪啊，贴身手枪，来来，啊的天不行啊，这个没有办法。28，我们人头数还领先啊。这一波的话，这个位置其实怎么说呢？来，直接冲一波。咱们还是得冲一波，得冲一波。连狙得冲一波，冲一波。这个位置，来来来来，好的，咱们就不换成这个火焰枪打了，因为毕竟，来一个，很嚣张，对面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，但是没事啊，没事。来来，继续继续，我基本上上升两发能带走一个的，啊，上升两发基本上能带走一个。这波的话呢，来，我这个位置有点危险。好的，也没有办法。陈老师这个狙啊玩的不是特别好，这是实话，狙击枪我玩的真的不是特别好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连狙啊还是不错的。你看像我狙击玩的这么烂的人啊，都能打得还不错，所以说这个枪啊还是有可玩性的。这波这个位置往前跳一下。一个好的，继续，好的，这一波还剩下7个人啊。陈老师其实这一波可以换成火焰枪啊。这一波二楼的话没有人吗？咱们在这个出租车，不是这个不是出租车啊，大巴车啊，公交车。来来来，我让你点，让你们都用狙是吧？都用狙，哎，舒服啊，46啊，这个还是不错啊，这个枪啊还是不错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人啊，还剩最后3个啊。我操，哎，等一下。这你逼我啊！你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！再见，好的，完成任务。
这个总体来说，这个枪还是不错啊，也是给大家看了一下。我们看一下最后战绩，我是干了几个人啊？当然了，在伤害方面的话，这个枪跟单发狙还是有差距啊。虽然说它的伤害有90，但是的话，它打在上身一枪的话，大概也就扣个六七成左右了。爆头的话，应该是一枪死啊。所以说这个枪的话，大家如果对自己手速够自信的话，可以去玩玩。像陈老师这种手残党的话，其实就玩得很一般了。你看我只拿了第二名啊，看了我陈老师拿了几个人头啊？那这张地图的话就比较适合狙战啊，比较适合狙战。我总共是拿了几个人头呢？总共17个人头，还不错啊。那本期视频做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